张老师就150周年了，哦，啊，就这个看得出来，我150周年是什么回事？是讲伊迄个1867年，哦，一张安国开会，就是伫张老师这张票就上来，哦，啊，所以张老师有一些的这种前因后果，然后我即个就是要办这个活动，给大家来了解讲，跟张老师这有关的一寡的所在，哦，啊，这个活动的时间就是7月2日。这位拜啦，啊了，因为咱只台车尔，啊，所以收40个人，吼，40个人，啊，早上8点伫安平书集合，因为安平书遐是德西洋行，了，因为这个毕奇林他伫德西洋行内底红过，啊，了后面来安平国博，因为张老师见安平国博都安个五十，吼，啊，这个整个费用是每个人收费是700块，700块的话，包含了保险，包含了车资。还有导览手册，还有矿泉水跟导览解说，主要是中道门和暗门，能等到我这样。哎，对啊，啊，因为这个活动是从那个当期文市政府文化局的补助，所以补助的部分呢，这个费用较划算，我阿无700块扣掉本钱，搞迄个游览车，搞家己来等的吼 ，OK 哈。啊，所以啊，有要参加的麻烦您特来台湾那个李小姐那边报名吼。啊，这个行程的话，就是，那个啊，了就是要到台中呢，五车和五车老街，了后大家进来中，啊，个大家这个情景师，个后龙呢，这个环保了，还有环保了高老街，啊个后龙迄个龙津港公司了，啊个郑崇和的王家广的或者讲叫，啊，了了讲了半年，这个张叔公吼，啊了还得蛮安平吼。啊，所以对有兴趣的，会当那个，因为听讲报名要差不多要煞吼，报名要了。啊，所以你啊，剩几个名额而已哦，剩。啊，所以你啊，有朋友要报名，咱应该报名哦。啊？啊？啊？我这个，乖乖。没有，不是啊，因为这会员啦，他说。对，他哪里得来啊？今天开始。不是，有人啦。对，他拿了一叠过来报名啊，有很多人说，对，吼，哎，对啊，啊，临时草班那边报，给他们跟进。今天还是有人报了。哎，对，吼。不会说来没人。啊，但是就是可能会晚一点的哈，啊，今麦我等一分钟好不好？等一分钟。可以两秒钟，他会等一下。我们等一下好了哦。啊，10月份他。